现在快现在两点半了，要去拍优整了。然后 GoPro 是两姐妹拿去用的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带 GoPro。今天是下午场，睡了午觉起来，睡到两点。现在三点过去，还可以拍三个钟头 ，OK 啊。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六点来到现在，又被戏弄了哈。哎呦，好帅！